大家好，我是白夜时尚气功的玉华督导教练。我从事气功教学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。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经常感觉到疲倦、虚弱，身体体力不支，全身乏力，白天想睡，晚上却又睡不着觉，注意力开始退化，注意力不集中。如果你有这些困扰，你只要找对源头，就有机会可以改变哦。如果你是腰酸背痛，经常这里酸那里痛，身体各个部位不舒服，甚至胀气、便秘拉不出来，这些有可能问题也是同样的。如果你是属于经常身体都有各种的异味，身体的皮肤气色开始晦暗，经常过敏长疹子，这些有可能问题也是出在同一个原因哦。你想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？欢迎你一定要参加我们为你所准备的更详尽的解说课程。我们要帮助你找到源头，用对功法，用最有效率、最方便的方法来改善你的困扰。我们希望教你自主健康、快乐生活。